我是赋能番，我又回来了。Stop that right now. This instant, just stop it. 中国有方便面，英国有 pot noodle。广告 short。他们没有找我打广告，我有点不知道为什么，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我的视频吗 ？Pot noodle 公司还是什么？所以这个评价会非常的实话，非常的诚实，这个你们不用担心。中国有方便面，而且有很多种，英国没有很多种方便面，只有这一种类，而且这个很小。我在中国的时候经常吃方便面，因为非常的方便，对吧？然后我也没钱，真的。来，我天，我的 soy sauce， add some soy sauce， just a tickle， tickle 是 tickle tickle， do the flavor a favor， a favor 就是帮忙， flavor 是味道，那 do the flavor a favor， 给味道一个帮忙，你看他们都有 Facebook 和 Twitter 呀，中国的方便面就没有这种呀，为什么呢？那里面有蘑菇啊，蘑菇，然后这个是玉米，其他的我觉得谁都认不出来是什么肉啊什么的。那我们就灌一下呗，灌一下，因为 1, 2, 3, 4 apples. This.One and a half. It's just really small. It's like this big. With vegetables and a little sachet of soy sauce. 是不是大概可以吃了？不过还好吧，还好。你们在干嘛呀？你们在干嘛呀？尝试一下呗。very nice。看一下，大概是这个样子嘎。Oh shit, it's hot。还是没有那个，没有软够，还是有点硬。等一下呗，来，还是吃吧。挺好吃的，就是有点硬，我先等一下再吃。你好帅呀！你好帅呀！他说我今天忘了夸他，吃了，还是有点硬，不管了，可以吃了啊，I really like pot noodles， 自然一点都不辣。这个有点本地化了，就有点像英国人的口味，非常浓的鸡肉味，然后蘑菇大概就没有味道了。It's bloody delicious。这个大概，6到10块钱吧。英国的价格比较贵嘛，你知道吧？这个鸡蛋大概是1块钱。No, I'm just joking. That went around my mouth there, and no one washed that, so that's.I'm probably got a disease now. Oh well. Anyway. This is what I in England bought the 酱油. Philippine soy sauce. 我觉得真的还不错。我给个分吧。6分。不是不好吃，蛮好吃的。但是我去过中国，我吃过中国的方便面，吃过日本的方便面，去过韩国的方便面，这个不如亚洲国家的方便面，但是我还是给个6，我觉得还挺满意的，真的。所以如果你在英国，你也吃一个，然后给个分吧，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吃，希望大家喜欢我给
我吃方便面的视频。如果你喜欢，关注我的微博在这里，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在这里。OK， 拜拜。Boom, boom, boom, boom.